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就吸到鼻子里头，之后眼泪鼻涕一直流3个小时不会停，真的太厉害了。这个东西你扔出去它会有烟，但是你要它那个烟会散得很快，飘在空气之中，你感觉到的时候你这个鼻子已经开始发刺，刺痒，就像把那个辣椒粉直接灌到鼻子里面，然后眼泪鼻涕一直在流不停，然后你拿水洗都洗不掉，真的很难受。那个时候是抗议，当时秘鲁这个后来的这个总统组织人呢去抗议唐森独裁，现在呢他现在被秘鲁这个最高法院通缉，他应该受贿300万。